颁奖共时间2:34。冇几耐啊，仲有即系佢系2019年，得翻7:25。我唔知道，我唔知劲唔劲啱。即系我就净系知道而家2:07啊，即系仲有7:25啊，25分，我记得好清楚。7:25就第2019啊，即系而家正确嘅意思就系2018年剩翻最后7:25。不过你话最快过嘢，即系最快过完2018年嘅就系呢个新西兰，即系澳洲嗰度，即系澳洲嗰个地方，因为我哋夜晚7点，佢哋就已经系凌晨12点正。即系我哋夜晚7点正，佢哋就系凌晨12点正。即系即系话咧，一新闻播嗰时6:50，即系我哋6:55嗰阵时，佢哋就已经系11:55。咁即系话11:55，佢哋自己扮最后5分钟，好似计炸咁样即刻爆炸咁样。诶，呢段时间都要做功课噶啦。我问我 friend 有啲咩功课做，佢未答。即系我净系首先知道4科有咩功课啫，即系佢话地理嗰个圣诞嗰个 essay 咧，佢个题目就系解释近郊化点样导致新界嘅土地利用冲突，评估新市镇发展能唔能够维持环境保育与城市发展之间嘅平衡。哇，咩嚟噶？即系近郊化点解会有土地利用冲突咧？即系你要知咩叫近郊化？近郊化即系意思系个主要市区出现城市衰落，因为主要市区出城市城市衰落嗰个地区居住环境恶劣，即系卫生环境差啦，跟住唔适宜居住，然之后由主要市区嗰啲市民又迁移到近郊地方，即系好似元朗、天水围咁样。而且政府又致力發展呢個新市鎮，跟住嗰個近郊嗰個地方環境清靜優美，所以就吸引好多人嚟住。然之後呢個近郊嘅地方擁有完善連接主要市區嘅鐵路道路或者主要道路，減少交通擠塞嘅機會。然之後，那個地方有很多人擁有私家車，大大提高了市民的流動性。我背熟曬已經。問題就是呢些嘢點樣有土地利用衝突咧？你是不是想講城市蠶食啊？但係城市蠶食同更加快是兩回事嘅。誒，唔好講呢啲嘢住，陣間做唔打機都係，因為我都咁我做，聽日都有時間，聽日都放假嘅又。即系睇今天里面都有啲令我好嬲好兴，不过最嬲嘅就喺注册日7月11日，即系嗰阵唔系好似7月12、11日唔记得咗咧，即系嗰阵时我7月10、11、12号啦，即系我九即系我哋中四升中五嘅，我哋9点几注册，即系我好啱啱好嘅9点正去注册。上到圖書館，咁啱阿 Sir 就話我後面嗰執頭髮唔達標，因為貼領影相嗰時就唔靚。又話我前面嗰執頭髮達標，後面嗰執頭髮就唔達標。於是佢叫我聽日再嚟，甚至係今日去剪。跟住我同佢講我今日去剪。於是我即刻臨速速搏去呢個北江嗰剪。點知好彩，我幫襯嗰間撞正呢一日休息，所以我就去呢、這個。都喺邊度啊？嗰間叫影髮社，即係我講嗰間，即係我見到嗰個女嗰個大，我叫佢師奶啊，佢金毛啊嘛，佢幫嗰個派人剪頭髮，而出邊就一個人坐度等。咁於是我就準備坐低啊，咁坐低嗰陣時準備坐啊，
然之後個師奶婆講：，誒、哎、唔好意思啊，呢度冇位俾你剪啊，你走啦。當佢講咗呢番説話嗰時，後面有兩三個人望住我，佢以為嗰個老闆娘係拋我走，真係啊！咁於是我走啦，跟住心諗點解呢間剪髮社趕我走嘅，唔做生意？咁我咪即係話，如果一啲唔啱 key， 即係唔啱嘴型嘅人入咗嚟剪髮鋪，冇即係一句都冇，兩句都冇，跟住傾偈嘅話，即刻俾你趕走。所以呢間咩剪髮鋪嚟嘅？所以咪走啦。於是我走去 QB House 嗰度剪，即係都知好有一間 QB House 嘛。哎，趕走佢都唔幫襯佢，剪個頭髮俾佢趕走，咩世界啊？同埋都有最辛苦一日，最辛苦嘅就係喺4月8日，即係嗰日我因為感冒，所以感冒我入腸嘅腸胃炎兩日，至到星期一4月9日復節之後第一日，咁我又真係辛苦到即係嗌曬救命啊！固然之嚟，我嗰日好肚屙到一幾日就脱水，食完粥之後跟住嘔翻出嚟，咁啱我翻嚟之後見到。我門口出面嗰個人，即係佢，我叫燒衣子嘅，因為阿婆過身都好傷心，咪阿婆過身基本上都係話少咗啲樂趣。我琴日跑完步撞到佢，唔係阿婆，係佢嗰個女嗰個阿姨，我叫阿姨啊，即係佢先到我。跟住而家唔係，基本上自從佢燒完之後，跟住佢屋企得翻佢自己一個，好慘，冇人陪佢，唔係冇人陪佢咧，即係連佢啲 friend 都唔嚟咯，因為最好嘅朋友都過身。哎呀，好攰啊！即係今日都好凍，最凍嘅除夕，最凍嘅元旦，要經歷曬啊！話俾你。不過而家係做功課啊，即係中文我就係知道，好似有呢個閱讀報告啊，即係唔知作文有冇，唔知啊，我唔記得咗有冇作文。佢嗰個家課日志都冇寫學校網頁，啲嗰啲班長唔做嘢咯，我點知有咩功課做？我淨係知道英文呢、這個ELS 兩份，中文嘅閱讀嗰、那個唔係講埋嚟都我知兩份，數學嘅補。功課簿、通識的功課，即係理解加 IES， 跟住冇啦，淨係即係中英數通啦。英文唔係地理就係 essay， 化學就係化學簿，嚟到哇好多都數唔曬，十隻手指數唔曬。不過盡量做啦。我點解我覺得暑假啲功課會少過聖誕功課嘅？暑假放兩個月功課少，聖誕假放兩個禮拜功課比較多，我唔知點解基本上食屎大啊！但我淨係知道成我暑假嗰陣時提緊補化學，化學補功課嘅。啱啊！即係咧，係咪我後悔揀錯科咧？我揀咗化學之後，每個星期一都要補呢個化學啊！喂，快啲又翻嚟啊！咁樣都可以計叫翻我贏咗啊嘛？點解會咁樣嘅啫？
我喺呢一年裏面都儲到好多嘢出貓，不過出貓亦都係好謹慎。我咁係完嘅。